后家务应该谁来做？嗯，你如果嘛，我觉得就是力所能及呗，就大家能做的都做呗。那你就不能做？不，大勋你就做最重要的一点，守住心里的那颗种子，别让它发芽，别让它发芽，就捂着它。好，没有发了芽就完蛋了，我跟你说。爱做饭，爱做饭。哎呦，我觉得做饭其实挺有意思，然后洗碗什么的我也还行。哎呦，哦，那是爱洗碗不容易。不是，因为这个是那种立竿见影就能把它弄干净的，就其实洗碗很快，有成就感。显然洗的不是很干净，洗碗很快吗？非常干净。是吗？洗碗很慢，我觉得。大勋是洗碗方式，他洗碗方式就一个字扔。我觉得反正目前看起来是男性做的越来越多了。对，也不见得就是所有人都会做饭了，因为外卖太方便了。是是是。但是你要真的仔细去研究，你会发现都说男人是山，但是女人可以把山推倒。妇女的妇就是一个女字加上一个倒了的山。哎呦，女人都是鞠躬，天天搬山，女人都是鞠躬。都说男人是天，但是夫人的夫就是把天戳破了洞。哎呀，厉害！你这男孩子你就老老实实的吧。乐乐姐教育的太好了，尊重女性。